这都还有卡。你说你那位置最好的。哦哦。怎么了？你可不上人吗？啊。哎哎哎！哎呀！呀！干活啊！看到了。哟。哟。哎哎我。是那吗？是那里的爬树。我撑不住。为什么？危险呢？要让明明定灵活的。看现在的啊，那见了吗？灵活的爬树。他干啥去了？不过就一直妈妈想抱着你，你看又往上爬了，他幼园别墅就一直啊，他又往上爬了。你要去哪儿？太幼园了，你动下来，现在作死。活动看，下来了，要看动起来了，下来了。啊，这个就可以。可以，我服了，我自己的饭都还不下来了。我呢，把我这还没出来呢，下来了，呀，下来了，有下来了，下来了。是不是他听见他爷爷叫着去吃东西了？那他下来了，下了吗？嗯，下来了。哇。妈妈，他不是他。他们老是要那个，你看半个多，他们三岁多，这熊猫一岁多，三岁多，几点了？他几岁？哦，这个挺好听的。啊，你叫什么？叫谁的？那个叫我的叫回去，我的叫回去。叫这个？啊，那叫荷叶回去。来了来了来了。那你能听懂？啊，俩呀，能听懂。姐姐下来了吗？是不是他们回去，妈妈就该出来了？你们这样会打的吗？挂。开始准备动了。挂。看他下来。荷叶。爷爷叫他呢，是吗？他们的爷爷叫他回家了。荷叶，你快回家吧。啊，他下来了是吗？他要走。啊，他下来找爷爷了，对。爷爷叫他回去呢。爷爷，看起来就能听懂娘说的话啊。天天在一块相处的，他娘是。回家啦。爷爷回家。